东西，它算是老北京的特色，我可以慢慢。既然说到这个，刚才是要挖你们之间的这个爆料啊，大家可能都有一些这个互相的了解，刚才是我们了解 M。接下来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 XO 是分为两个团体，一个叫做 XOM 是在中国发展，一个是 XMK 是在韩国发展。你们跟 K 之间的关系会经常交流到吗？跟他们的关系会做过？会。训练的时候在韩国是一起训练？对，没错。他们对他们的了解是也会生活在一起？生活我们是分开住，嗯，对，我们分开住，但是其实每天去公司的时候都会一起训练练习啊，一起吃饭都会的。他们现在和你们有联系吗？比如说会跟你们讲还要来一个是吧？会跟你们讲他们在韩国发生什么，或者你们在中国遇到些什么？会，我们都会有那个就是用短信方式聊天。OK。那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这个是 KNM 大揭秘的环节，我们也准备了一个题板，每个人呢其实都对应一个人，你们每个人都和这个 K 的成员里对应一个，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个顺序啊，先从类开始看一看你要接的是哪一个，选一个号码。一号开。你跟他熟吗？很熟。 OK， 他有什么比如说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你觉得他还蛮好玩的点？他在舞台上看起来酷酷的，但是私底下挺好玩的，也是挺闹的一个人。比如说他会怎么有什么？他说他有时候会说，我想吃东西的话，他会说我来他家。对啊。那他的套不是一个性格吗？但是他比他还要黏人，成熟一点。他是很幼稚的感觉。他会也跟你讲说我想吃东西，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吧。对。让你来请客他付钱。这个。一般是在韩国有一种这种礼仪，就是说一般都是哥哥去出现，如果跟弟弟出去的话。所以说我要在韩国带你们吃饭的话，全部都是我买单。是啊。OK， 好，这是开，其实是舞蹈，你跟他有这个比过谁更厉害点的舞蹈是吧？对，经常跟他一起练习，跟他一起练习还蛮开心的，两个人一起就是跳舞。对，只有你们两个人练习。应该也不是，都练习。总之，你们俩对舞蹈都很喜欢。对，我就希望他能够注意他自己的腰伤。他有腰伤。对。OK， 好，来下一位是来 Chris， 你选一位。好，选几号？二号顺接吧。好，这一位。灿烈。灿烈，你跟他熟？熟，最熟的就是他。很熟。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呀，挺特别开朗的人。然后挺放开的，挺逗的。对，他会也是会讲各种笑话逗大家开心这种。他还行，他不怎么冷，他怎么冷？对，挺，因为我比他大，他是我的弟弟，所以说你想请他吃饭，难免。他在 K 里面担任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他的角色也是 rapper， 也是 rapper， 跟我其实对跟我差不多，所以你们两个都会一起练绕口令。对你俩谁更厉害一点？风格不一样。对，他是什么样的风格？他的风格比较偏向于比较快的 rap， 然后我是比较偏向于就是可能节奏感一点的，节奏感比较强一些。有机会一起合作吗？比如说接下来的话？会，而且我们有一个合作的，就是我们的专辑每首歌在我们 showcase 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同样一起的舞台。是一边一个那样的感觉。对。OK， 好，这是灿烈，接下来是轮到你了，三号，好，这一位，他在这里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在 K 里面 ，K 帮你的快知道吗？他是 XOK 的队副长 ，OK， 所以说他在里面也是像 Chris 一样很会去跟大家聊天，跟大家去。说服大家去做一些决定的人吗？수호형은되게많이멤버들을되게잘챙겨줘요저희크리스형도되게많이잘챙겨주고수호형도되게많이잘챙겨주는데수호형같은경우에는항상멤버들을많이걱정하고같이밥도잘챙겨먹고저랑같이밥도먹기로약속했었는데어떻게밥을같이먹지못하고이렇게중국에와서활동하고있어서수호형이가장보고싶고되게착하고좋은형인것같아요你带一些烤鸭给他们吃，他应该很喜欢。나중에꼭초대하겠습니다 OK， 好 OK， 来接下来这一位我们要的是
来选。这一位是勋，他是在 K 里面担任什么角色？他负责的是跳舞。跳舞，你跟他算是很熟吗？在队伍中？关系挺好。关系挺好，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平常他比较喜欢喝那种珍珠奶茶嘛。珍珠奶茶？对，珍珠奶茶，每天都跟他一块去买那个珍珠奶茶。所以说他会是一个，也会像刚才说的像涛一样，会跟黏人的那种说想喝东西、想出去玩这种性格吗？时常会，时常会。哇塞！所以说就是队伍里年纪小的都会跟年纪大的撒娇。对。哦，是这样子一个顺序。OK， 来，接下来涛。来说好，白贤。白贤。他是什么性格的人？他呢，跟我一个星座。你是什么星座？金牛座。金牛座，两个人超爱钱，吃饭怎么办？谁掏钱啊？我掏。你掏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谁睡我都想掏钱。你可以吗？掏钱啊？我没有，因为白钱吧，跟我一个星座，所以我觉得吧，他给我一种感觉是，他很稳重，然后很温柔，就是很温柔，很稳重。很温柔，对，他有多温柔？温柔似水吗？他不会生气。最后这位啊，说明来选一个。有，是他，真是他。他是什么性格的一个人？本身就是会生气。啊，迪欧는저엑소중에가장저랑성격이비슷한멤버예요。所以也是包子吗？他也是很喜欢吃。먹는게좋아하고먹는거좋아하고근데저는기호는살이잘안쪄요哎，他也是很可爱的那种类型男生，对不对？귀여운남자예요네귀여운可爱可爱你们俩谁更可爱？你觉得他可爱还是可爱？누가더귀여워你们觉得迪欧比寿命比迪欧要可爱一些。他的胸肌头比较牛，真的很厉害。哇，谢谢。哎，这样，既然说到可爱，树明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很萌的动作？假如说你真的想跟他去 PK， 你觉得你一招必杀、一招必赢，他的动作是什么？你第一次能提问同奖，看他们可爱。迪欧要看好，这才是树明的挑战。可爱，要可爱，可爱有蛮多的。哇！所以你平时都会用这样的表情去卖萌吗？有听说过卖萌这个词吗？没有听说过。嗯。好，刚刚呢是我们这个 M 和 K 之间，因为大家都是同期出道，同时发片，会有这样的机会吗？以后会有更多组在一起表演这种形式？会有。对。在中国的发布会的时候，其实是大家都有来。哎，对。那个是一起表演的。对对对。所以大家私底下接触的机会会不会不是很多？因为都是两边发展。因为现在刚开始，所以两边都非常忙，因为疫情不同地方宣传，所以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见面。对，而且我们其实也很想玩的，我们想看的。对，但是这个以后我们肯定会有机会，十二月猛男会有机会。对，因为这样，今天既然是我们 M 在代表在这个地方啊，有没有通过我们镜头想对 K 对他们的成员说一些什么话？K 的成员们，我是 M 队长 Chris。那这段时间你们活动还好吗？我们在中国现在在努力中，也希望你们加油，然后希望我们尽快见面啊，能够十二人一起表演，为我们亲爱的歌迷朋友们。好，谢谢。有没有特别对某一个人说的？那你说川烈了好吧？啊，好，刚刚请到他。川烈，我看好你的 rap， 你加油，然后我也加油。OK， 是挑战的感觉，来。那我就说开吧，开很怀念跟你一起练舞的时候那份激情那份感情，然后希望你腰伤赶快好，然后有时间我们再一起练习。OK， 好，来，珍珠奶茶。我说虽然我是姑姑呢，是勋吧。最后呢，在那边多注意身体，然后就这样吧。我珍珠奶茶回去接着喝起来啊！那家小摊应该很开心。来，秀英。哦，
기호야 안녕. 형이 항상 긴장하지 말라고 하는데 형이 지금 긴장했다. 앞으로 우리 잘해보자. 파이팅. 사실 니가 자유 뛰어. 고기 니 먹노? 기호 내가 더 귀엽다. 이상한 사진까지. 니가 더 귀여워. 来 他. 我想送给 K 的每一个成员。我想说，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真的很想你们。只是想和你一起走，两个人用同样的步调写走，一起就足够。哎，没关系，大家都会见面的。超真的是他很勤奋、很用心的，跟每个人都有很深的感情。一聊到这个话题，大家都会热泪盈眶。鼓励一下，超没关系，我们很快的还会跟队友见面的，真的。수호형잘지내고있죠저도중국와서지금방송잘하고있고열심히하고있으니까형도리더로서 K팀 항상잘이끌어주고언젠가한번다같이중국에와서우리엑소 K, 엑소 M 다같이우리엑소와함께무대서는날까지모두파이팅해요엑소파이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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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们给他拿一张纸，真的是涛还沉浸在这个。没关系，涛是应该是跟 K 有很深的这个感情在里面。我也哭了，我就哭出来了。觉得很久没有见到他们，感觉很长时间跟他们有很多话要讲，对不对？我觉得很想他们。啊，不，没关系，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大家现在成绩都很棒，我们在中国发展，他们在韩国都有自己的一片土地去慢慢的做，相信我们的 XO 在很不远将来，不管是在我们的颁奖礼上，还有别的颁奖礼上，都会看到你们的影子，好不好？给自己鼓掌，好不好？对 XO 鼓掌。好，刚刚呢是这个很动情的一段，其实呢我们动情还有一段要接下来要为大家来呈现。4月12号是什么谁的日子，你知道吗？是谁？世勋的生日。世勋的生日，你们有给他发祝福吗？发过了。哎，4月20号又是什么日子呢？鹿晗生日。你们想好要给他买什么礼物了吗？筹备中。对。OK， 我跟你说，今天既然 XOM 来到音乐台，我们也知道正好这个日子，前面有一位团员过生日，接下来鹿晗要过生日，我们准备了一份蛋糕送给你。好不好？来，我们把这个蛋糕拿上来，这边。Happy birthday！ 鹿晗，我接受蛋糕。来，我们要不要帮他唱生日歌，好不好？你们来帮鹿晗先提前庆祝一下，因为这个世勋嘛，因为他在韩国嘛。来，小心，小心。好，22是马上22岁，对不对？对。来，我们一起唱生日歌好不好？好 ，Happy birthday 啊！来，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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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先许愿，许一个愿。那是吗？说一个，然后心里想一个。希望 XO 能永远在一起，大家开开心心的。好，来，崔娜说，一二三，呼呼，生日快乐！这是音乐台送给你的第一份这个礼物，希望 XO 可以每天都很开心啊。OK， 其实要说一说这个，有在中国或者在韩国跟队友们一起过过生日吗？啊，有。当时都是怎么样帮你过生日的？12日一起过。OK， 这个蛋糕今天是送给你们的，也送给这个远在韩国的世勋。刚刚说过这是个生日的礼物，接下来这个是要送给你们的，送给 XO 的。这边有一份礼物，也是歌迷朋友来做的。哎，音乐台的歌，音乐台你们的歌迷，我们的成员里面有你们的歌迷，帮你们做的一份礼物。这个，大家看这个，这是很用心的一份，这个你们的照片，还有写给你们的话，每一页里面都有。他们去自己去收集的，你们要来传阅一下，找一句读一读，好不好？很有意义的一个礼物，第一次收到是不是？对，第一次。来，找一个读一下，好不好？哪一个？金色的风。
这是音乐台，我们专门做给他们的。我找一个做独立的，毕业敬业。我喜欢这几句。好，来来来来，这句挺好的。EXO history will go on。好，就是 EXO 我们的历史会继续进行。OK， 也希望这个我们接下来。XO 不管是 MSK 有更多的这个机会给我们表演，好不好？最后还有小礼物送给你们，是每个人的一个名牌，帮你们做的一个小名牌，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来，一句话送给你们的。好，那最后跟我们粉丝朋友们说 say goodbye 好不好？来来来，用你们的方式好不好？来，一二三 ，We are one， 谢谢。好，谢谢 XOM， 希望你们在中国的道路越走越厉害，然后 History 继续续写，好不好？好，这个手指刀送给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商业大麦，谢谢，谢谢。